从第三个哈，县市名称跟业务名称的关系。那因为这边的话，我想要知道的讯息就是哪一些部门在不同的县市，它的业绩所占的比重是多少的话，那其实看起来哈，当然方法很多啦。因为刚刚是圆饼图，可是圆饼图是整个公司的业绩，但是我如果要看个别的，比如说业务一科、二科、三个别在不同县市所占的那个比重是高低的话，那其实哦，这边似乎哈、哦、用那个这个用这种哈、哦、百分比的那个堆叠的直条图，哎，效果感觉似乎是还不错，好、哦，所以其他的部分的话，我想哦，请各位就是在自行针对哈、哦、不同的那个枢纽分析表结果，那你要呈现的重点啊、哦，你可以再试着哈、哦、找一下里面的那个相关的图形啊，当然每个图形最好都试试看，看看效果，哎，这个效果是不是你要的？那里面呢，当然除了常用的直条图哈、哦，跟折线图，或者是圆饼图之外，当然还有其他的啦哈、哦，什么雷达图啦哈、哦，不过雷达图可能会不同的，可能你的项目很多，那其实这个地方你也可以把它试用雷达图看看，雷达图每个部门哈、哦，它之间的跟地区有什么样的关联性，那它会有一个关系图啊、哦，有个雷达图可以跑出你要的这个效果出来哈、哦，所以请各位也许试试看，针对不同的资料，然后呢可以试试看在选项里面枢纽分析图，然后试试看这里面哈、哦、直条图以外啦、折线图啦，折线图比较适合显示跟时间有关系的。啊，比如说年份跟月份啊，可能之后也许会多加一些时间概念。圆饼图是显示比例嘛，哈、哦。那直条图、横条图可能就是，其实跟直条图概念差不多，只是转个方向而已。啊，区域图啦，或者是 XY 上，这个可能跟研究室里面用到比较多了，哈、哦。啊，其他还有雷达图、哦、泡泡图等等的，所以这些相关的图啊、哦，也许可以针对你要的效果啦，我想你要表现由图其实可以，好、哦，可以帮你呈现出来，而且更直觉。OK， 那至于哪一种图比较适合啦，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使用习惯，你可能要自己要了解一下每一种图形的特性。哦、OK， 那这里的话，请各位稍微试一下。